最近我在必胜客发现了一款可以被肆意分享的披萨，只要点一个披萨，你就可以尝到四种不同的美味。有香嫩牛肉、宫保鸡丁、美式腊肉肠，还有 Q 弹虾仁鳜鱼子。重口味的宫保鸡丁是我的最爱，还有三种口味肯定有你喜欢的，还不快来跟我一起肆意分享。啦啦啦啦，就是。